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白啊，今天在雾峰这边调查，好啦，待会下去看看啦。溪水很大哦，难怪。哦，山沟。应该有路可以下去。哇，怎么冲的超干净的？啊，那有一颗石头。高度是可以的，这边是个很棒的环境，滴水不清也不浊，非常适合溪钓，刚刚好。那应该是阿普的窝嘞。阿普鱼。叫马口。哦，大一点的马口。蛮健康的，马口不错。马口又长大了，体型都不错哦，是啊，一两指以上啊。
马口，不错哦。马口鱼，这是马口鱼哦。哦哦哦，族群不少了。哦，马口数量很多。哦，这位是西哥，西哥。马口鱼，大西哥看起来很健康，没什么生病。马口也很肥啊。哇，遗留也是有一个啊，
想了一下，这些鱼有一部分想说把它钓上来放好了。刚刚之前想说这个阶梯它根本就游不上来啊，所以想想还是把它们钓上来放流好了，至少这一池比较深一点。八口鱼，好啦，今天的钓游就到此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